到了。我也好了，那你进房间吧。哦，房间号是。我来了，上一次来过，还记得房间号？那我给你一个管理员权限吧。好，谢谢。你想要听什么呀？你习惯什么，就什么好了。那我唱我考社团的歌吧，那首歌就是自弹自唱的，谱子我还记得。你的声音很好听，很适合清唱。那我开始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来一次。没关系，前奏很好听。去雕饰，果然是强青瓷喜欢的声音啊。那个强青瓷老师，是什么老师？打扰二位约会，小生实在是惶恐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是豆豆豆要上来，是匪少叫我来的。哎，王可和我来的啊，我跟绝美在吃火锅。我跟耿小庆在聊天呢。我也是无意进来的。莎莎，这强老师可自私了，就顾着自己听，不断的把我们踢出来，踢出来，我们都听得断断续续的，没有听全。就是，简直是拉锯战，不停踢，我们不停进，我们不就想围观一下他是怎么？其实是我生生打了个赌，他输了，所以要给我唱几首歌。有吗？不过，这似乎是最合理的结果了。打赌这种事儿怎么能少了我呢？我现在可是你的铁粉。你就算了吧啊！这玲珑剔透，每次出新歌呀，都得让咱们枪老师试听。咱们完美的枪老师还缺歌听吗？原来玲珑剔透一直在追相亲词、啊。玲珑剔透是御姐音，那枪老师肯定就是不好这口，要不然这么多年要好早好上了。你全指。估计是。